中打领结在台上热舞，五月天耶诞节开唱第三场献给粉丝礼物，与国民姐夫 Akira 合体。放浪二十里团员唱跳耶诞金曲，登场时 Akira 先献上热情拥抱。有没有准备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们全场的25000个朋友们呢？有，有，有吗 ？OK， 爱的爸爸。原来阿信想起6年前林志玲当嘉宾时献上爱的抱抱，大叹对方婚后就没有了。不过志玲姐姐也没忘了五月天，绝版了，绝版了，他就是一般的。没了，志玲姐姐吗？是志玲姐姐的圣诞礼物哦。为了安慰你，她心里对你还是有点过意。好，我许个心愿吧。你想要有点 man 的，你还希望是个5个人的组合？林志玲现身 VCR， 甜美的嗓音问候歌迷。特别的是，诺亚方舟串场 VCR 言承旭跨刀演出，让前后任意外同台。Akira 跨年将在携手放浪兄弟团员担任桃园晚会的开场嘉宾，接着再赶场到台南担任压轴，将以特别组合方式演出，也让大家期待林志玲届时会不会惊喜现身台南舞台，在跨年来一场夫妻合体秀。 TVBS 新闻桃园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